件衫嘅 pattern 咧就夠 size 靚啦，但係咧我 carry 唔到背心款，咁點算好？唔緊要，呢度嘅店主咧可以幫我度身訂做，整翻個袖出嚟，等我即刻去問下佢先。Hello， 我是嘉欣。店铺主要是以颜色和图案为主的自家制，布料是由日本和美国入货的。而当你选中了一件背心裙的，但你又想要遮一个小小手臂的话，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袖上去，就打造合你身形和想比较漂亮的短袖。如果睇中咗个布料嘅 pattern， 咁但系你又想要有自己嘅 design 喎，咁你就可以咧借你个版俾我，咁我就可以画翻一个字样出嚟，咁做翻你一模一样嘅衫，只不过系用翻我本身嘅布料嘅 pattern 上面啫，咁就可以有一件独一无二嘅自家制俾你啦。例如好头帽咁样啦，咁因为头围每个人都唔会一样，咁如果特别系大头嘅话咧，咁可能出边就好难会揾到啲令到个头显细嘅帽，咁所以咧，咁就想做翻啲可以 fit 翻 size 嘅饰物啦。咁例如有背心款、连身裙款、娃娃装、短袖恤衫、长袖恤衫、短裤、长裤、半截裙。帽、头带或者袋都可以做到。